别这样嘛，你瞧，我们能够在这里碰面也不容易啊。对了，罗金花，我出来的时候你还在院里，怎么跟我跟到这儿来了？你是不是也怀孕了？我可是个有夫之妇，你呢？怕是不那么正大光明吧？不，我没怀孕，也不是来看大夫，我是来找个朋友。朋友？怕也不是什么好朋友吧？看来你的误会真的很深，我们还是找个地方好好的谈一谈吧。你是不是想跟我说，不是你诬告我的是吧？我想跟你说几个秘密，就几句话。在前头，跟我来。陈思阳早晨到茶社了没有？啊，没什么。他出去执行任务，跟我失去了联系。对。好，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。队长，我仔细想了想，陈思阳失踪之前情绪挺稳定的，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。队长，他不会突然遇到什么事儿了吧？他就是遇到突发事件，也要给我，起码要给大刘打电话吧。三妮和他同时失踪，这不是没有缘由啊。喂。啊，东城分局，我是崔廷山。什么？郑雨霞被杀了？